我要讲的是，阿中，我足爱你的，但是阿中，我更加爱林太太，因为陈夫人将她的先生捐给了台湾，伊即摆要国家阿中部长关乎咱台北市，感谢陈夫人的伟大，我住伫台北两年外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在这两年多来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只要这个查甫人若讲迄三字，我的心就爱他爱得不得了，这三字就是林确诊。今日台顶无部长哈，阿中大哥，伫电视我逐天两点都甲看，伊讲迄三字，我都爱着伊，多三字，林确诊。世界遐尼大，小小的志气，路一步步袂停止。感谢有你，予我抱着坚持，感谢有你，予我充满勇气，感谢有你，予我有爱牵伊。今仔日叫我讲几句话，我讲，但是我是一个歌手，上台敢毋是爱唱歌？伊讲无，今日希望你讲一句话。谢谢。我要讲的是，阿中，我足爱你的，但是阿中，我更加爱林太太，因为陈夫人将她的先生捐给了台湾，伊即摆要国家阿中部长关乎咱台北市。感谢陈夫人的伟大，我住伫台北两年外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在这两年多来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只要这个查甫人若讲迄三字，我的心就爱他爱得不得了，这三字就是林确诊，我爱上了他，我更加的相信他，我更想接近他。选举是一时的，但是台湾人的感情是永远的。今仔日不管别人安怎骂乌，别人讲什么话，那是别人的代志，个人作业个人担。任何的骂乌拢是一片镜，那片镜照到就是骂乌迄个人，你家己爱去承担这个因果。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弟媳都在医院上班。在疫情的期间，我非常的担心，但是我弟弟跟我弟媳说，你不用烦恼，因为我很相信，我很信你们，咱有阿中部长在，有个怎么样让他们信任的领头羊，他们才敢讲出这句话，说我们相信阿中部长。我请问你应在呀生活做人，今日台顶无部长哈，阿中大哥，伫电视我逐天两点都甲看，伊讲迄三字，我都爱着伊，多三字，林确诊。一笔刷个鬼月一边开，一段往事不公开，替你求一段。我请你应在呀生活做人，将将为你打几摆，
我唱一下咧吼，不要紧不要紧，哦可以啊，很赞，来吼。喂，我是老艺人，我头都要被打起来，你头都打起来，你是新人，我新人太黑了哈，哎。没啦，阿你唔才对，是安尼，真济男人讲过三字，拢予所有天下的女人感动甲流目屎，甘愿嫁伊。今仔日，我唔会讲话哦。袂使哦。今日我就是因为阿中大哥，今日台顶无部长哈，阿中大哥伫电视，我逐工两点都甲看。伊讲迄三字，我都爱着伊。多三字，林确诊。重要的是啥物？我真有眼光，这毋是我甲你臭屁。是安那？我知影讲，这个人若甲签落来做艺人，不得了，绝对大红。来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我想应该说雅文小妹啦哈，虽然是这歌唱界的大姐哈。不过今天我这个机会还是很感谢的啦，以后家家多多提拔。我听到吗？心事的人心事难言，不可能人无一面胆，拜托故乡的月亮提起美食的意用的好处啊，最新新人阿中大哥，不得了不得了，谢谢雅文陪我唱了哈，我没有，谢谢雅文，谢谢雅文，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捧场。阿中阿中大哥，我根本都无机会好唱，你也无我唱到半句。